鸡肉里面满满的汁水。Hello， 我是蓉蓉，我终于阳康了，就是鼻音还有点重，然后现在还不太敢吃辣的东西，所以咱们今天吃汉堡。这个是麦叔叔的咖滋脆鸡腿堡。这个鸡肉特别的多汁。你们阳了之后瘦没瘦？我差不多瘦了4斤。但我的皮肤也变得很差，而且就是特别容易累。里面是芝麻沙拉酱，好像蘸蜂蜜芥末酱，太爽了！麦麦脆汁鸡。我对象他已经没有嗅觉了，就他现在吃东西只能吃出咸淡味，吃不出香味双层吉士堡。
浓浓的芝士味。超级嫩，好啦，我已经吃饱了，剩下的就留给我男朋友吃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不要忘了关注我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